观奖，得奖的是张雅竹同学。啊，这个奖项是我们林毅外议员这边提供，是请我们林毅员来为我们颁奖。我们邀请雅竹的家长一同到台前来，和雅竹一起照相留念。啊，雅竹妈妈啊，还有她弟弟啊，一定要比她高兴啊！啊，好，我们请妈妈帮雅竹先把礼物拿下去。在这六年中，所有发生过的事情，慢慢变成我的回忆。雅竹加油，你很棒。点点滴滴，即使今天毕业了，我们的友谊永远不会改变。